今天要去拍护照啊，目标是一雪前耻，所以早上起来就先洗头化妆。吹头发的时候是一边梳一边吹的，感觉这样子可以吹得更直一点。妆容依旧是画一个最基础的妆，修容下重一点就好了。眼影依旧是画的大地色系哈，这盘整体会偏暖一点，我主要是为了那个提亮色买的。眼线也用的棕色眼线，整体妆容都淡一点，过海关的时候素颜也可以把你认出来。因为不能戴假睫毛，所以久违的涂了睫毛膏。这个角度看我的眉毛好恐怖啊，老天爷，当时忘记用修眉刀先修一下了。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，先在家里做好了这个扎头的发型，然后换上一个黑色 T 恤，戴上我们的小黑眼镜啊，其实不应该戴的，因为会花妆，但是没办法，咱们就是可怜的近视。早餐搞一个莓果酸奶，就是草莓、蓝莓啊，还有芒果，这些你可以随便选了榨。这个榨汁杯真的是我最近发现的宝藏，就是很便携，而且从上面可以插吸管直接进去喝。酸奶用的蒙牛的这个零蔗糖啊，但它里面是有代糖，他们家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连代糖也没有。最近天气热了以后，我更爱的喝法就是把酸奶冻到冰箱下面，冻成那种稠稠的材质以后，再跟水果榨在一起，就是很有那种冰沙奶昔的感觉。拍这条视频的时候，我买的那个吸管还没有到，不然可以直接就着那个榨汁机喝。早餐就随便吃了两个小糕点啊，这么搞下来真的不会饿。衣服又选择了我最爱的一身黑漆漆啊，黑色牛仔裤加上一个小上衣保暖。如果是逛街的话，我会穿上一个这样的小皮草啊，背一个小挎包。但因为要去派出所，所以还是穿的保守一点。香水选择了一个帅气的啊，配香朱丽叶，它叫 Not Perfume， 然后打的是说凸显出你自己的香味，但其实我觉得是智商税。这个是辣烫的，我赶的是下午烫，而且是第一个到的，所以非常快的就领到了我的身份证，真的拍的非常丑。给我拍护照的这个姐姐真的特别好，拍完了以后还让我自己看一下能不能用。拍完以后就去逛商场了，没有想到我们这边的小破商场还有一个一番赏。我和我妈俩现在来逛街，来看看优衣库。我们俩都是黑白灰爱好者。啊，我给他穿的。好久不到线下逛街，但优衣库的试衣间光线依旧是如此的美丽出片。来选择一下衬衫一件，我们确认一下您的物品，怎么微信还是支付宝？来，二维码扫码啊，您拿一个纸袋子啊。啊，谢谢。会员卡吗？没有，怎么办？会员卡。您扫码注册一下啊，好嘞，小票给您放进去了，扫码可以开发票。我像我妈的狗仔队，现在没穿下也好一回，好吗？好看，真好看的。转身，看我，看我。她的裤子是她最爱的加绒裤，所以有点显胖。再加。牛仔裤，然后我们俩就换了新买的衣服，直接去逛街了。这个开衫其实是我给我妈买的，但是我穿着也蛮好看的。这个地好可爱，拿出来给我看看呗，好可爱，多少钱？79，好乖呀、大学的看着有点紧张。我们点了糖醋小排、卤肉饭，还有罗马生菜。这个生菜很好吃，这两个刚上上来，也还不知道它好不好吃。罗马生菜，胖胖的。这是梅菜的卤肉饭，好吃啊。这是什么呀？梅梅打包，哈哈。这不是我曾经的老婆天小月一志吗？我初中的时候狠狠地为她着迷。我初中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是外面有那个锁柜，然后我就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锁柜里，然后一到清体力的时间，我去那个柜子里偷偷清体力。好像吉野家的碗呢，吉野家。妖荒的红酒，这是香槟杯。死神小学生。哇哇哇哇哇哇塞哇！高级哇！大家有奖竞猜这是什么生物？我反正看不出来。两条鱼。哇！来个小衬衫，大嘎，八折，八八八八。烤鸡，哇哇哇哇！可乐饼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对，是可乐饼。我妈认为这个烤鸡更值。这个13.5，这个22块钱，它像个小鸽子。这个看起来肉多一点，被嫌弃的一只鸡。这我看挺好的，就它。这虾也太大了，比我指头算两个指头大。哦，哇，大鱼头，这好可爱呀、胖头鱼、带鱼、黄花鱼、海沧鱼、比目鱼、鲫鱼。哇，这鱼看起来挺漂亮的。然后我又买了各种的酸奶、牛奶回家试验我的榨汁机。如果要减肥的话，我还蛮推荐和润的这个纯酸奶，配料只有生牛乳和酸奶用的链球菌。好多谐音梗啊！这个包装做的挺好玩的，这是小纸片呀，67，26.8，扭蛋！我靠，居然有啊！快猜这个里面哪个是我的老婆？柯南，我刚买了。太人气了吧，里面都空了，这也太人气了。到家以后开始研究我新买的打光灯。我妈买的
电池好炫彩呀，彩虹小马。新买的这个灯在后面打发丝光很漂亮，搞完以后就是光速卸妆，因为涂了睫毛膏所以用一下眼唇卸，其他就用洗面奶卸掉。因为我大一大二的时候上学基本天天化妆，然后化了化卸了卸，就搞得当时皮肤比较敏感，所以我现在基本卸妆是能少一步就少一步。给大家看我可爱的美乐蒂牙杯，护肤衣就是我用的老几样，我这个人就不太爱换，要用完了。拍这个的时候这瓶双萃还没有用完，又暴露了一些我混乱的时间轴。面霜依旧是珀莱雅，不动如山，主要是现在才21岁，也不太需要功能性特别强的面霜。这个眼贴它原本是应该这么贴，但是我比较喜欢这么，我觉得这样比较符合我的眼体工学。护肤结束啊，美美下班。